Mama. Schuhama? Warum bist du? 就是我让嬷嬷带你过来的呀，为什么？因为呢，上次你救了我，这些全部都是为你准备的，算作给你的回报吧。这只臭猫到底玩的什么把戏？害我做了这么久的车，搞得这么神神秘秘。我已经感受到了这个女人崇拜的目光，没想到第一步就已经成功了。哼，这只小疯子。 今天晚上，看你怎么非得出我的手掌心。你笑什么？有吗？嗯。人类的真爱，对于优秀的本王子来说，还不是手到擒来？ 只喜欢捉弄你，变态！我刚才听见了，你心跳的好快哦！你心跳的才快，是吗？我试试。免了。看这女人的样子，已经掉进了我设下的爱情陷阱。 这里气氛如此之好，不如你就趁现在。想什么呢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现在心里一定好感动。感动？嗯。这么看来，这张脸倒是没有那么丑了。哎，算了，勉为其难，嘴对嘴吧。这家伙要干嘛？ 功亏一篑，只能先喂饱这个小疯子了。这只色猫，大费周章拉我来，不知道它肚子里装的是什么幻术。必须要尽快跟它解除契约。少将军为了这次烛光晚餐，专门从满香楼请来了大厨，就为姑娘您一个人做菜。姑娘，您真是好福气啊！女人，点菜。我不点，没胃口。好，那我来点。 这个，还有这个，都不要。其他的全部给我来一份。好嘞。你点这么多，我们俩怎么吃得完啊？没说我们俩，是你一个人。第二题，最想吃到的美食，把满香楼所有的美食都吃一遍。把这个疯女人喂肥了才好下手。嗯。 这满香楼的菜啊，真是一绝！哼<笑>、啊，哎，他又要干什么？女人，你吃那么多，到底都到哪里去了？都去找花心眼了？我要去划船。 嗯，划船还是？
算了吧。难道你忘了第三题？第三题，最期待的浪漫约会，当然是划船了。居然被他看出来了，为了祁月，本王子拼了。喂，别摇，别动啊，别动啊！你饭量这么大，你个子这么小，你全部长换学上来对付我了是吧？哇哦，原来少将军也会害怕呀！我是怕把我衣服弄脏了。嘴硬。既然你这么怕水，为什么答应我来划船？谁说我怕水了？啊！你笑什么？你再笑，我开除你啊！哼哼哼！少将军，关键时刻，让洛风助你一臂之力。啊！这也是你准备的？不管你是打什么主意，但是谢谢你，今天我很开心。既然气氛都烘托到这里了，那就趁现在。你在逗我呢？好吃吗？嗯？好吃。嗯，今天谢谢你啊，作为宠物为主人排忧解难，虽然这是应该的，但是我还是很开心，所以把这个奖励给你了。是什么东西啊？薄荷，我的名字，以后你一定要记住我。Mm-hmm.